现在是下午的1:12，今天我没有去公司啦，因为今天我们在拍一支影片，然后也算有去公司啦，一早有去公司，然后有去拿一些东西回来，像这个晚点再来开箱，因为我也不确定里面是不是，我好像买了一个米家的一个黑板，可是是一个很聪明的黑板，就是它很便宜，多少钱我再查一下，晚一点我开给大家看。然后现在林等一下有事情，所以他1:30要出门，现在他在煮饭，然后我们等着要吃东西。哇，水跑出来了，是这边本来就湿湿的吗？还是说他因为水气太多了？刚刚桌子没有湿，桌子没有湿，可是现在这边很湿哎。啊，可能因为我们这边有冷气下来啦，我要擦一下。我们再用两台不同的灯电锅蒸东西，蒸蛋啊，看哪一个比较好吃。然后这台火力很强。对啦，因为冷气直接下来，它就这边有水，只是水没有这么多。新的这台电锅火力超强。这是新年菜，依林为我煮的空心菜。这是为我煮的空心菜吗？那我的。这不是我的吗？空心菜只剩这样。所以就给我。看你要不要吃花椰菜。花椰菜，可是花椰菜会比较麻烦，对不对？就是比较麻烦的意思是，就是还要削皮啊什么。所以你吃花椰菜，我吃空心菜，这样我就没有麻烦到你了。那我再弄花椰菜吗？嗯？那我要再弄花椰菜吗？你要再弄，没关系啦，算了，太麻烦了，把肉。你这样吃够吗？够吼。大概吃一下，还有蒸蛋。哦，对，还有蒸蛋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吃蒸蛋，蒸蛋还没好。我把桌子稍微收一下。下午我就会一个人待在家，我今天就没有到公司了，因为我下午还要处理一些东西。我来帮忙准备碗筷。今天晚上有要煮东西吗？还是没有？今天不用吧。不是。哦，好啊。准备碗筷，碗在这里。就过一下下哦。然后还有筷子，真的是因为这个冷气啊，所以导致这边有水，都还没有好，都还在蒸，可能还要一下下。我们蒸了两个蛋啊，可是看样子火力比较强，理论上火力比较强的应该会让蛋比较漂亮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午餐你要喝东西吗？不要，我刚好喝优酪。你有喝优酪？我拿我刚才的可乐还没开，在退冰中。OK。拿一个。我想要用一个漂亮的杯子。
漂亮的杯子来倒可乐。我们昨天晚上玩卡牌，玩到快12点，就玩这个。希望今天阿佑能早点完成任务，我就可以教他怎么玩。我们来偷偷开一包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有寿司哎，这是昨天先在邻居，好啊。没有。我要吃各一个好了，跟你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样。嗯，好。那我可以偷开一包卡牌吗？偷开一包就好。为什么？我们那边总共有360几包，哎、欸，不有三十乘，180几包，我可以偷开一包，就是背着你儿子偷偷开一包。我都可以没捡。他应该不会发现吧？他一定会发现。可是我们有，我偷开一包还好吧？你可以开啊，我是说他的个性，他一定会发现。我们开一包看看嘛，我第一次开卡牌哎、欸。在这里，我看网络上一次都是开2盒的，就是一次都开60包啊，80包、90包一堆。我觉得我开一包不过分吧？可以啊，你就开啊。而且每一包，每一包里面有一个闪卡哎。对啊，因为它。对，我来试。我先把它藏起来。对，可是。我需要我去拿刀，那个刀片好了，还是剪？剪刀。哇，我们的午餐太丰盛了吧！肉片，这个寿司是阿婆寿司啦，就是英哥最有名的那一间。然后肉片，今天蔡林煎的肉片就跟我煎的不太一样，我习惯煎比较焦一点。好。跳了还要等一下吧，通常不是要再等他一下下。让我先开一下这一包嘛。可是我这样子好难用哦，我这样子怎么割啊？等我一下。一定是那一台新的先跳，不是旧的先跳，很怪哎、欸，它火力不是比较强吗？这个是夜巡林，这个看起来就是有点逊，因为它就是我大概，因为我们昨天有玩啊，就大概知道。哦，然后反正看起来还好，这个是胖丁，胖丁也是感觉还好。然后基本能量，心灵宝，卡叠，卡普叠叠，这张好像稍微好一点，这张 HP 有110，而且它的技能还有可以增加伤害，然后还有魔法置换。哦，所以这张好像这张是有点闪亮的，算这样算闪卡吗？我拿到一张，还有个六尾的，这个也是阿罗拉的六尾，也是有点闪。然后物品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，它是祈愿接力棒。好，这张可以干嘛？因为这要看当富有这张卡。好，我还在看。反正他这张可以将宝可梦所附加的3张基本的能量卡放在自己正在备战的那一张，这张感觉蛮厉害的。祈愿接力棒不晓得，要上网查一下。好，这就是这一包，偷偷开了一包，等一下再把它收起来。你电锅2个套，要焖一下吗？还是不用？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记得是不是都要稍微焖一下？啊，你在弄什么？我刚刚想说弄一些味噌汤。还弄味噌汤哦。因为那天要蒸点味噌，只是我没有用滚的，我不知道它这样会不会有咸。会不会有咸？对不对？我只是用那个热水瓶加热水进去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咸。好。有咸吗？
很怪，对不对？还是要煮，对，还是要煮。好了，我们要吃饭了，先这样。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今天夫妻两人的午餐，就是这样，也还很丰盛。是六尾耶。这张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厉不厉害，不是不是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好像蛮厉害，我感觉。为什么你有两张闪卡？我不知道。卡不如脸。可是我觉得这张好像蛮厉害，你可以把后面的能力能量加到正在备战的那一张。嗯，所有的。你看它是三张，一次可以加三张。嗯。所以这张感觉祈愿的接力棒感觉厉害。烫钉。我觉得这个很有用，可是我不晓得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要。只是自我感觉。那你没有办法查这张卡子。应该是可以上网找一下资料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我们要吃饭了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